到过我们有把徒弟开出去的仪式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准备做这件事儿。如果说按照中国人的一句俗话说，一个马勺坏一锅，啊，我父亲的100周年，如果说谁说我是侯先生的徒弟，那我希望他们拿出一个像样的作品。因为我前两天看到一篇博文，就是某个人写的说，您曾经想拜侯耀华为师，但是不去了，所以您现在才。我说这么些年相声，我得拜一个师，但我得拜相声界的人呢，对吧？你这二大爷他不是说相声的，我干这么些年，最后我拜一瓦匠，拜一木匠，我不疯了吗？所以这口绝对是瞎说八道，谁看你是博客谁写的？柳林信达。你替我转告，他们家得死一户口本儿。